个删掉的部分光用那个红色框框框起来，所以你录下来，假设一二三这三个把它删掉哈。那另外呢，还有两个黄色的部分哦，其实是暂时可以不用删，但是未来可能要删的，就是你会发现逗点 version 等于七，还有逗点 default version 等于七，有没有？这个部分呢，这两个参数哦，我是建议你将来可以把它删掉，目前不删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假设这个 version 指的是版本，也就是你现在的版本是七的版本。但问题，如果假设你今天呢，你把这个程式要拿到别的电脑 run 的时候哦，有没有？比如说你现在在学校电脑 run 可以，但是你换成你的电脑，哎，奇怪，为什么不行哦？因为你们两边版本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假设哦，你不要遇到有版本的问题，很简单，你就把这两个呢，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哦，有没有？所以我这边是没删了，所以删什么？逗点 version 这个把它 delete 掉，有没有？然后呢，这个逗点 default version 等于七嘛，delete 掉，这样的话呢，就比较不会有 Excel 换了一个版本，换了一个电脑的时候不能执行的问题发生。OK 哈，所以啦，当然因为你们目前都同一台电脑，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哈，暂时不用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想是啦，你希望一劳永逸的话，那这两个一定要把它删掉，我是个人会把它删掉哈。所以啦，当然，如果未来你希望更细心一点的话，我是建议哈，你可以把这个录下来聚集的 VBA 程式哦，再加一些注解啊，比如说第一个一的话什么，一的话就这个应该我们把步骤有没有再加上一些注解哈，那注解的话一定是单引号开头，第一个我要做什么？哎，这个好像就是什么插入那个什么枢纽分析表吧哈。有没有？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改的哦，把它重新命名。那看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注解啦，你也可以自己这边加一个注解。然后二的话呢，我记得是什么？插一个枢纽分析表。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底下哦，有一个什么？哎，这个是拖拉到值嘛？哈，那再拖拉到列。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哈，在这里吧？哈，就是这边是二哈，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什么地区好了哈，地区，哦，把它什么拖拉到值，然后再来的话三哈，三的话应该是把地区再拖拉到列，拖拉列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一个哦，这个地方底下的地方其实就是拖拉到列的程式了哦，就是地区拖拉到列。OK。然后排序的，哎，我们还有排序哦。排序的话，就是把游标放 B4，所以游标放 B4 之后哦，所以你可以看懂，哎，底下他们帮你，游标放 B4 之后，然后排序，排序的话应该是到这边吧，哈，然后最后的话，留下前五个，哦，所以这边的话，这个应该是排啊，我直接打比较简单了，排序，然后这边的话应该第五个。这个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前五项吧，哦。好，这样子哦，所以做出来的话，哎，应该底下猜应该可以猜出来吧？这个有个 value 等于冒号等于五的话，应该就是前五项。所以其实它录下来的每个动作有没有，其实都有个对应的程式哦，有没有？所以你做一个动作，它就帮你产生一个程式哦。然后这个其实这个空白。可以把它拿掉了，OK 哈。那待会啦，我也会帮各位把这一行程式哈，直接贴到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了。如果你是你假设啦，你做完之后发现跟我长得不一样的话，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式哦，就是你干脆跟我的版本比对一下吧。哦，我顺便把这个 version 拿掉了，不然你们将来可能会不能跑。那么 version 逗点 version 等于七，这个可以拿掉哈。然后这个可以把它拿掉，default version 等于七，好，这样的话呢，枢纽分析表哈就做完了，OK，执行看看啊，如果最后执行没问题的话，那我们枢纽表的部分呢，应该就可以先到这为止了，再来的话就是画枢纽图了，好，那枢纽图的话呢，其实哦，我还记得吧，我们其实就是做一个动作，枢纽分析，插入枢纽有没有，然后选这个嘛，然后把它的上面的那个 title 改一下，
然后把它的图例拿掉，大概就是这样的动作哈。那枢纽图我是建议啦，枢纽图我是觉得哈，因为它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录制的时候哦，将来那个图哦，假设你把它放进来之后按确定哦，你的大小跟你的位置有没有，其实还要再做一些细部调整。那我是建议啦哦，你干脆呢哈，这个地方你可以套用一个范本就好了哦，因为这个范本我前面有写好了哈，在上一个范例里面，那我待会教各位如何做好了哈，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哦。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把那个枢纽，刚刚是枢纽表完成的，接下来的话就是枢纽图哈，枢纽图录制也是一样啊，第一个哈，哎这边一样，哎先在这个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好了哈。那录制的话呢，我是建议啦，你就不用录太多了，你就是选了直条图之后，然后按确定，好就结束了。那其他部分的话，我建议哦，你拿那个范本拿来改会比较简单。那如何改，我跟各位说一下啊。第一个，我先录制聚集哦，叫枢纽图好了哈。好 ，OK， 按确定。好，接下来的话呢，游标固定都在里面了，所以不动哈。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枢纽分析表分析枢纽分析图，然后呢选择什么选择这一个按确定，好，这样就结束了。录完到这里就好了，其他不要动。哎、啊，你说老师，可是问题标题跟这个图例都还没改动怎么办？啊，没关系，这个跟这个哈，我们将来可以透过程式自己修改就好了。OK， 啊，如何改我待会讲哦。好，停止就好了，停止录制。所以再来的话，找到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 ，OK， 哎，这个比较简单哈 ，delete 掉。那如果让它执行，应该是不用改哈，直接按执行就可以了。哎，有没有？这个比较简单呢，哦。但是呢，你说老师，那执行完之后的结果，它这个跟这个没有动哎。那如果我希望这个跟这个也能够把它做一个修改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哎，很简单哦，你一样到聚集里面的枢纽图找到编辑，那你可以看到哦，枢纽图的程式码哈、哦、会简短非常多，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两行而已啦，有没有？哪两行？第一行就是它在 active sheet 就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哈、哦，加入了一个 sharp 啊、哦、，sharp 就是放那个图的地方，后面用一个方法叫 add chart to。那 add chart to 的话呢，后面跟他讲说用直条图啦，啊，其实直条图就是两个参数，点 slate， 哎，那底下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应该各位看得懂吧？叫做 set source data 了哈，指的就是说呢，我的资料来源在哪里？哎，就是在 range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A3 到 B9 哎，不就这个范围？所以哦，我是建议啦，甚至你前面这个工作名称可以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同一个工作表，你这个不加也没关系啦，就是什么那个 A3， 甚至你那个前的符号这个拿掉也没关系，其实就是什么 A3 到 B9 啦。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让程式哈、哦、阅读性更高的话啦，你就是跟他讲说啊、哦，我的资料就是在 A3 到 B9 这个范围，请你帮我画个图吧。 OK 啊，执行一下，其实这就是两行，有没有发现就出来了啊？删除的话就把它 delete 掉、哦、OK 好。那可是问题呢，它的标题跟它的图例如何取消、哦、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下面增加。那下面的话呢，你说老师那程式在哪边、哦、接下来你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的前一个单元，台北市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这一题、哦，你们找一下，我记得我有在这个地方、哦、加的这个啊枢纽表在这里。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这边也 有讲一些跟刚刚一样，枢纽表在这里、哦、啊枢纽图的话在这里，哎枢纽图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台北市住宅切到点位资讯的这个范例里面哦，各位可以找到第20页的地方，20页 OK、哦、那20页里面有黄色区域，实际上哦就是我们要加上去2跟3，请你把2跟3有没有，请你把它选起来，二跟三直接贴到 end sub 的上面，二跟三哦，直接什么就这样子 Ctrl+C 好了，就这样把它直接 Ctrl+V 贴到哪里呢？贴到枢纽图的下方哦，等于 end sub 的上面贴上就可以了。 OK 哈、哦，那这两个各代表什么呢？实际上哦，
那2指的就是修改它的标题，其中的话呢，这个应该看得懂吗？Font size 指的是字大小，Font color 的话指的是颜色哦，颜色的话呢是透过 RGB 哦来做颜色的设定哦 ，R 的话指的是红色，最多255，最小是0，所以如果你要红色的话，你会发现那就是给255，然后 G 绿色没有。 蓝色也没有，那就红色了哈、哦。那粗体的话呢，要不要？要，等于一，就是要粗体字。好啊，不过啦，这个字好像不对，这个应该是不能叫历年切到折线图，我们要改什么？改这个啦，哈 ，WiFi 热点前5名县市，把它直接修改了这个 test 后面的名称啊，这样就啊，再来的话呢，这个取消图例有没有？哎，这个把它加，所以哦，只要把这两个。 东西贴到程式下方 ，OK 哦，贴上去哦，然后改了一个 test 后面的名称之后，应该就 OK， 执行看看好了哈，执行，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有没有出现的？哎，这个地方呢，2的话呢，就是什么，修改这个了，哎，马上出来，我们刚刚没动嘛哈，所以呢，以后我是建议干脆把这个当范本算比较简单哈。那3的话呢，就是取消图例，图例的话就是旁边本来合计。 这个图例的部分呢，就被取消掉了。OK，哈、哦，不过哈、哦，有一个地方可能还不够完美，哪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width 跟大小，因为呢，你会发现哦，每执行一次哦，它的位置好像都会随着你放的，我看执行，比如你游标放的位置哦，你一执行，它好像这个图的 width 坐标好像都会不见得一定在你想放的位置上，所以如果你假设说哈、哦。 你希望这个图放的位置是放在这个好了，第2这个格子上方的话，哎，那应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先把那个枢纽图的距齐稍微录制一下，录下来其实就2行了哦，所以我刚刚这2行，然后再把那个这个前一个范例的20页哦 ，OK， 20页这边哦，2跟3贴过来改好了 ，OK， 哦，试一下，好吧。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哦。